之前我在巨匠，现在我在台湾微软。巨匠之前我是停车场管理员，巨匠之后我是电脑工程师。巨匠之前我是水电工，巨匠之后我是建筑设计师。之前我在巨匠，之前我在巨匠，现在我们都找到理想工作。100万学员的肯定，巨匠专业有口皆碑。